流星雨率先睇，又橙又红，瞬间即逝。英仙座流星雨听晚午夜爆发啦，下昼梗系冇得睇噶啦。但唔少发烧友寻晚已经报定啦，好似 Edwin 咁，寻日凌晨上咗大帽山，凌晨两点半就见到粒好光嘅流星三四秒啊。好光，跟住见到就惨惨地、红红地咁样烧，见埋佢即系成粒流星点样由出现至到消失嗰一下咯。唔止佢噶，仲有多发烧友喺万宜水库、大美督、北潭涌同蒲台岛都影到噶。但最劲就等到听晚午夜后啦，每个钟可以多到100粒噶，仲有罕见嘅火流星添。